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Costco 清仓减价商品。这款有机菠菜起司馄饨，它的成分里包含了有机菠菜、有机奶油奶酪、有机马苏里拉奶酪，以及有机的蔗糖、酵母、有机葵花籽油、有机菜籽油、有机乳清、有机玉米淀粉、海盐、有机大蒜、香料等。面团成分包含有机粗面粉、有机全蛋和水，一共36盎司，现在省2块，减价后7.99元，优惠到8月8日截止。这款保险箱它有最先进的生物识别技术，可接受100个指纹，保险箱内有灯光可提供照明。保险箱宽14英寸、深10英寸、高10英寸，重19磅，现在省15块，减价后69.99元，优惠到8月1日截止。这款两件套的陶瓷不粘煎锅，硬质阳极氧化铝结构，有陶瓷和钛不粘涂层，有保持凉爽的手柄，可安全的用于烤箱和洗碗机，它也可以安全的使用金属器具。这款锅适用于所有炉灶，包括燃气、电、烤箱、陶瓷、卤素和感应炉等。这一套包括一个10英寸和一个11.5英寸的煎锅，现在这一套清仓特价19.97元。这款已经煮熟的100%的有机糙米，非转基因产品，不含麸质，用微波炉加热90秒就可食用，一共6碗，每碗7.4盎司，现在省2块，减价后5.49元，优惠到8月8日截止。38跨坨大容量带盖汤锅，3层底座，由优质不锈钢、铝芯和磁性不锈钢组成，有不锈钢盖子，它可兼容感应、燃气、电动以及陶瓷玻璃灶台，可安全的用于洗碗机和烤箱，烤箱的安全温度可高达500华氏度，现在清仓特价59.97元。菲拉的7分紧身裤，有黑色、蓝色和灰色，黑色和蓝色它们的面料含有93%的棉，另外有7%的氨纶，灰色含棉只有44%，另外有47%的涤纶和9%的氨纶。尺码从小号到加大号，现在清仓特价9.97元。这款复古风格的 LED 太阳能路灯5件套，黑色饰面，日夜自动开关，无线安装，防风雨，专为户外设计，每个灯泡有15流明的亮度，高效结晶太阳能电池板，可提供8小时的运行时间，耐用的不锈钢、亚铸合金金属玻璃灯罩，现在这一套省10块，减价后29.99元，优惠到7月30日截止。这款有机印度椰子南瓜木豆酱可搭配米饭，它的成分里包含了水、椰奶、黄豌豆、南瓜、葵花籽油、番茄酱、盐、孜然、干大蒜、芥末、辣椒、姜黄以及椰子，成分里除了水和盐，其他都是有机的成分，不含麸质，非转基因产品。将袋子撕开2英寸，微波炉加热1分钟即可，一共8袋，每袋10盎司，现在省4块，减价后7.99元，优惠到8月8日截止。这款由澳大利亚制造的山羊奶大豆油香皂，不含人工防腐剂以及合成的发泡剂，它的成分包括棕榈油、水、香料、甘油、乳化钠、乳木果油、二氧化钛、葡萄糖酸钠、山羊奶和大豆油，8个6.8盎司，现在省3块，减价后11.99元，优惠到7月21日截止。 Cuisinart 可编程的咖啡机，14杯的容量，具有24小时提前启动和可调节的自动关闭功能，可选择咖啡浓度，加热板可保温长达4小时，具有双重过滤功能，咖啡壶是玻璃材质，现在清仓特价
49.97 块，这款洗车工具四件套，它包括二合一的超细纤维洗涤手套，一个车轮和保险杠刷子，一个可折叠的紧凑型的吸水工具。这款刷子，它刷头上的透明塑料盒里可直接放入液体清洁剂，带有弯曲颈部的流通感，可连接到任何花园软管，方便冲洗，并帮助清洁难以触及的区域。现在这一套省八块，减价后16.99块，优惠到7月25号截止。高乐士马桶清洁药片，只需将它放入马桶水箱，它可杀死99.9%的细菌，并在每次冲水时对马桶进行清洁、消毒和除臭。每片清洁剂可使用长达3个月。可溶解的清洁片除了有助于防止顽固污渍，还能去除硬水、矿物质沉积物和水垢污渍。一盒有6片，现在省3块，减价后6.99块，优惠到7月25号截止。 Costco 三合一手推车，这款多功能的手推车，它可轻松将两轮立式转换为四轮手推车，四轮手推车可承受1000磅的重量，两轮立式手推车可承受800磅的重量。这款推车它有坚固的免维护轮胎，易于使用。现在省20块，减价后79.99块，优惠到8月8号截止。这款两件套托盘，它是由优质的不含双酚 A 的塑料制成，可安全的用于食品和洗碗机。嵌套式的托盘可将生肉和熟肉安全分开，以防止交叉污染。两个托盘都是18×14.5英寸，现在清仓特价16.97块。这款安全耐用的儿童折叠桌适合年龄3到9岁，现在省5块，减价后18.99块，优惠到7月25号截止。32度铝式的快干面料短袖 T 恤3件套，手感超柔软，舒适透气防臭，尺码有小中大号，现在清仓特价每套6.97块。这些空调被有柔软舒适的100%超细聚酯纤维面料，有多种颜色和花型， Queen size 98×96英寸，King size 114×100英寸，现在 Queen size 省4块，减价后14.99块， King size 省5块，减价后16.99块，都是优惠到7月25号截止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